欢迎来到犬哥网站，我是犬哥。最近人工智能的议题已经越来越火爆，我也花了许多时间在研究更强的 AI 工具，希望能帮你提升网页制作的能力。在这部影片，我整理了全新六款热门的 AI 工具，涵盖范围像是 AI 平面设计、AI 数位白板、强化 Figma 的 AI 工具、多功能的 AI 协作平台、用 AI 产生网站程式码、还有使用 AI 进行修图等多种平台。有关相关资源的前往连结和我们团队所提供的网页设计服务，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好，那就开始咯。首先介绍这款呢，叫做 Simplify， 它是一款呢 AI 的综合型工具，它的功能非常多，也是许多大公司呢喜爱的一个 AI 软体。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品，它里面主要分为平面设计啊，跟 AI 作家，还有视频编辑跟社交媒体管理等等。它右手边呢还有更多的工具呢，你都可以看看。那我们稍后呢会分析它主要的功能。好，首先介绍的是它的 AI 平面设计工具，像是里面呢有文字转图片的工具，然后包括你可以用 AI生成简报，或者是呢在社群上有 AI 能力。那我们等下来玩玩看 AI 设计简报的能力，比如说我生成一个跟汽车有关的，那我就点生成就可以了。接着系统呢就自动帮我透过这个主题呢去生成相对应的简报。我们也会看到啊，它透过 AI 呢简单就帮我们生成了至少11张图，那每个呢它的文案啊跟图片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你再进去做修改就好，非常的方便。好，接着呢它的 AI 平面设计工具啊还支援了大量的模板，你可以直接套用，或是点选 Browse Template，这里面你就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版型，然后再透过它内建的 AI 智能呢，让你自动呢去产生这些图啊跟文案，非常的方便。好，那这个就是它的 AI 平面设计的能力。接着看到的是它的 AI writing， 就是 AI 写作的能力。它针对啊每一个常用的区块呢，它都分门别列。像是你可以透过它的工具呢，去生成你文章的 idea 或是它的标题，然后跟大纲啊，还有介绍跟文章内文等等。那接着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像这边这个标题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想法。透过它右手边的能力呢，我们直接输入大致上的标题啊，比如说我想要介绍高性能汽车，接着它就会开始给你呢很多想法。好，比如说我们来试试看。完成之后呢点生成，好，那它就给你几个标题的案例咯，非常的方便。这时候你就可以复制，比如说我喜欢第一个，那我就来到这个地方，那我再把它贴上就可以了。所以它其实大概都是这样的用法。那接着我们可以选第二种版型呢，比如说是大纲的版型啊，简介的版型，或者是它下面还有非常多，那你一样呢都是可以输入你大致想要的议题，它就会自动帮你去生成。那针对这些文字的部分啊，假设你认为不够长的话，你也可以让它继续帮你写更多，或者是扩展，然后或者是你重写这段话等等，然后就让这篇文章可以自动完成。包括你 output 的语言是什么，像它有支援简体中文。好，那如果你是繁体的部分呢，你就是简体之后你再把它转成繁体，这样就 OK 了。那这个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AI Writer。 那接着它本身也有开发一些额外的 AI 小工具，好像是你可以透过文字去生成图片啊，然后或者是它可以针对你的图去抓相关的色标给你，或者是一些去除商品的能力跟去背能力等等，好，功能非常的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个案例，这个就是用文字产生图片。你这边一样输入你的 prompt， 就是你想要大概产生什么样主题的图啊，接着它就可以帮你生成。那下面这些就是很多玩家在这边所产生的图片。好，那以上就是第一款 Simplify AI 工具的介绍。第二款看到的是 Magician Design。它是基于 Figma 的一款 AI 智能工具，它主要有像是文字转 icon， 好，你输入文字它就自己帮你转成 Figma 的 icon 让你使用，或者是呢一些文案生成的工具，那一样你可以输入你的 prompt， 你想要生成的文案它就帮你对应在 Figma 产出。好，那另外呢就是文字转图片的功能，好，一样输入你的文字它就可以帮你在 Figma 自动产图，当然还有更多的能力它也在陆续的开发。那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Figma 本身的社区，好，那相关的描述呢功能在下面都有叙述。好，那有关于这款工具就跟大家做个分享。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款呢 AI 设计工具，叫做 Fabric。 它是一款呢可以供设计师呢或者是行销人员在线上呢使用数位白板呢进行协作讨论。那它里面有非常多 AI 智能的工具呢，可以简化呢大家在讨论的流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那首先你登录到它的后台之后呢，你可以
看到啊，它有一些模板你可以直接使用哦。它左手边呢，像是使用的 case 案例啊，这边有非常多你可以去做选择，或者是热门的版型哦，比如说像是品牌的情绪版啊，或者室内设计相关的，或时尚行业啊，或者是使用者旅程地图，或者是 persona 等等的，你都可以在这边呢使用它的版，或者是一些流程图等等，它都有现成的。那接着我们直接使用 user persona 的版型呢去作为范例，像这边呢、啊，你只要把版型汇入进来，它就帮你把大纲呢大致上都罗列好了。像是你可以描述你的人物志，它这边会有年纪啊、性别啊等等，好，它都帮你放好了。那如果你认为区块不够多呢，它这边都可以编辑，比如说我就点选往下拉，我在这边呢就可以开始呢去再加上文字，让这个地方更丰富。那接着我也可以再去做一个连接的效果，比如说我往下拉，我就可以再多建立一个区块，它里面呢也支援不同图形的展示，像我可以更改成圆形啊、方形啊等等。那它左手边呢还有一些编辑的工具，你都可以拿来做使用。那它第二步呢，这个 persona 它可能会应用到的场景，它也帮你分析了，好，比如说它像是它的兴趣啦，或是它的技能，或是你使用者相关的图片描述，你都可以放一些案例在上面，包括它有些便利贴的效果，那颜色呢你都能够再更换这样子。那除了这以外呢，你当然还可以新增你自己想要研究的区块，好，那就一样，你也可以再做复制，都蛮方便的。再来看到这款呢，叫做 Jada， 我个人认为它蛮特别的，首先是它的设计上啊，就是整个是很宇宙的感觉。好，那我们看一下它实际的能力有哪一些。好像比如说人工智能聊天的部分，它可以当就是跟 ChatGPT 一样，你可以直接跟它做对话。那再来是 AI 智能模板，它有很多啊，比如说你要做像菜单的生成啊，或者是产品的模板，或者说话的分析，或是一些设计上的版，它有非常多种，所以它涵盖的领域不光只有设计，还有像是调查、销售等等。那当然 UI UX 的相关能力应该还是会有。那这个部分是人工智能分析，是你可以传相对应的数据给它，它会自己呢帮你归纳跟整理。好，那我们再来看它下面的流程。左手边呢是旧的呢数位白板，你可能呢会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有一个理论，然后你会做研究，然后你收集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然后最后才会得到你要的结果。那 Jada 呢，他所倡导的是你直接透过他的机器人呢，你有一个想法之后呢，他就最终帮你生成了一个结果，把中间所有流程呢都简化。是不是有这么神奇呢？那可能大家要实际使用才会知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Jada 他的功能。他这边一样，如同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个这个智能聊天的功能，包括它也可以透过 keyword 去产生图片，然后包括你可以做一个流程图，像这边它就为它一个指令，叫做它希望呢去生成一个这个会员注册流程，好，它 keyword 下在这边。好，他给他一个 flow 一个流程，所以他这边就帮他从注册端跟登录端呢的完成成功的流程，他也显示了出来。那下面呢还有一些智能的模板，就如同跟大家提到的，都可以直接拿出来用。那接着看到的是 Jada 呢，他的数位白板，那他上面呢有一些教学简介，我个人认为写的还蛮完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功能，好，简单来了解。首先第一个，他有 AI 功能， AI 特色，你可以把 AI menu 叫出来，把你要的版汇进来，接着你当然也可以下一些相关的 AI 指令，比如说产文啊，或者是一些设计等等。那下面呢，它也可以帮你去生成像是流程图啊，它可以自己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哦。常用的流程图你就不用重新再画一份。那当然它也支援一些基本的画布工具啊，比如说一些图案等等哦，或是一些图标啊，包括它右手边还有一些协作的功能，好，开它可以同时多人在线上编辑，还有一些白板的设定。那如果呢你有数位白板相关的需求，或是你想要进行线上的讨论，这款 AI 工具 Jada 也跟大家做分享。再介绍这款呢，叫做 Quest。我个人认为这款 AI 工具呢还蛮特别的，它是呢可以让你在 Figma 呢所做的设计图，直接呢透过这款工具呢帮你生成 React JS 的代码，非常的方便，这样就可以省掉了一些前端制作的时间。那它本身有影片呢，你也可以去了解它实际的做法，像是你可以去设计它里面的内容，就跟 Figma 一般的操作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它内建的外挂呢，直接它可以导出变成一个网站，然后还支援响应式的能力，非常的方便。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的 JS 形式，比如说你要用纯 JS 或是 DX 等等，那它就直接帮你生成这个代码。OK， 那它还有一些相关的设定项呢，你都可以再自行的了解。那这个工具其实蛮方便的，所以有一些公司应该也有采用这样的模式，像是你的这个设计稿之后呢，它可以直接帮你把重点抓出来呢，
产生对应的 code， 所以它这边也有相关它 code 的写法，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样子。它就是对应左手边这张图呢去产生。那下面呢是它一些程式技术的使用，那包括呢它在上面也有支援多种版型，是它内建好的，你也可以直接套用之后呢，透过它呢直接转成前端已经切好的画面。好，那下面就是一些它的相关同行对比的一些介绍。那以上这款 Quest 就是呢，如果你想要透过 Figma 直接快速的产生程式嘛，那也可以参考这款工具。那我们最后一款要介绍的叫做 Photo Run， 好东西成 Only。 那这个工具我认为呢它非常的好用，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些产品素材啦，或者是在做一些电商等等，有时候你可能要去背，或者是你想把背景呢直接替换成别的背景，好，那这个时候你使用这款工具呢就非常的方便。好，在这之前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除了那以外还有一些免费的工具。好，那这些免费的工具像是它可以帮你把背景直接做一个简单的替换，或者是一些去背的效果，那加上呢它可以帮你移除你不要的物体啊等等，这是它的能力。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软体主要的核心功能之一，那这个是背景替换的功能。简单来说，你可以上传啊你想要的图片，如果你是没有去背的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上传用它的去背功能就可以了。好，那我目前是得到了一个干净的汽车图，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使用它左手边给我的一些相关背景，我直接替换上去。比如说我来一个汽车在雪地跑的照片，它就给了我四种不同的版型，那目前我都用免费版去做翻例。那大家会看到啊，它就直接帮我把汽车直接套用进来，而且呢过去有一些软体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它都不是很真实，但这款软体我认为呢它实际上是非常的真实的。那它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针对这个图片你去做调整，比如说你可以让它模糊化啦，你可以包括调整它的模糊度，所以它的区块呢是分别叠上去的，像是你的实体物件啊跟背景等等。它左手边呢有相对应的文字，你可以直接拉进来用，比如说我可能需要这个文字，我就直接在上面编辑跟改大小、字中对齐或者是字体颜色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这个产品图呢就直接完成了，我也不用再透过其他的软体还要再去上字，所以它是非常的简化。那包括它有其他种版型呢也有非常多种，像白色、黑色、透明，这是基本的，跟一些其他的经典样式都可以呢看有没有适合你的。简单来说呢， Photo Run 呢我认为它目前最强的能力还是背景替换的功能，它给你很多的风格你都可以直接应用上去，而且都非常的逼真。好咯，以上就是这次的教学，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有效的让你站在时代的尖端，让 AI 赋能给你更多强大的工作能力。有关这次影片提到的相关资源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最后，如果你有网页设计的需求，都可以请犬哥数位团队协力帮你服务。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